Hello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恒春的南方有一点，然后我点的是粉红色的薯花店吧，我有点忘记名字了。他们的主题都是用那个可爱的，一进来就真的很像那个韩国的 MV 场景那种，非常非常的漂亮的。然后而且他的那个雪花店也做得非常可爱，非常韩式的感觉。这样子的大家来这边，然后走走逛逛，然后这边灯是都用马戏团风格在做，那个在做，所以还蛮特别的。推荐给大家哦。如果来恒春，要在这边走走逛逛啊。